喊 recycle， 小朋友把宝特瓶捏扁丢进垃圾桶里，搭配台上有奖征答互动游戏，什么能丢不能丢一清二楚。圣克里斯多福是加勒比海的观光胜地，当地的废弃物数量远高于世界平均。为了向全民推广资源回收的观念，技术团勤跑校园出任务，当地人直呼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我们等这个等了好久好久，有一些民众他知道这些瓶瓶罐罐收集之后是做资源回收化的，所以他甚至开始在他家里，不只有在家里，甚至他走出去外面，他去进摊，他去路边街上去清理他家的环境。前进校园设置回收桶，建立小朋友正确的回收观念，也希望这群环保小尖兵能把影响力带回家里去。环保意识抬头，全民资源回收，爱地球。国合会公关室采访报道。